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， 我是 Tony。 说到变声器呢，我们经常在游戏中或者是一些网络聊天啊，以及影片制作当中呢，经常见到一些变声的效果，像是男生变女生，大叔变萝莉等等。我爸是半龙，天哪！这个影片呢，就教大家三个非常好用的变声器啊，包括电脑端的 APP、 网页端变声的网站以及手机端的软体啊，方便不同的用户使用。下载链接呢，我会放在影片的下方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点击下载，然后跟着我使用哦。另外呢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呢，也要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。好的，话不多说啊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方法一是使用在线的变声网站，我就推荐的是呢，荧幕上这个网站呢，点击进入，然后选择 audio， 也就是音频，就能在下面呢找到变声的功能，点击进入，导入我们需要变声的声音呢。教你两种办法快速去除影片的浮水印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。 左边呢就是可选的变声类型，我们随便选择一个，然后点击 change voice now， 等待几秒钟。最后呢，听听变声的效果。教你两种办法快速去除影片的浮水印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， 我是 Tony。 本期可以看到的变声的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。当然呢，目前这个网站呢是全英文的操作界面啦，大家如果想要中文的变声工具呢，那可以看看第二款电脑端的软体 HitPod Voice Changer 变声器。我们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下载并且安装 HitPod 变声软体，点击打开，软体不仅支援导入声音然后变声啊，还能在直播的时候呢及时变声，同时支援 Discord、 Switch 等多个游戏直播平台。我们试着导入声音到软体。教你两种办法快速去除影片的浮水印。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可以选择的声音类型是非常多，如果想要男生变女生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女生做样本。我这里呢选择马格罗比，也是一个好莱坞的大明星，点击开始变声。两种办法快速去除影片的浮水印。在右边呢，我们还能进行声调和相似度的调整啊。影片呢又来开始我们的影片编辑教学了。最下一个频道上我求助完要如何去除更多的效果呢，大家可以自己选择，软体的下载链接呢我会留在影片的下方。第三个办法呢，我就要推荐手机端的 APP 啦。其实搜索 Voice Changer 它是有挺多 APP 可以使用的，比如我是用的这个 Voice Changer 变声器 APP， 下载安装好呢，点击打开，然后按住这个录音按钮不放呢，就会开始录音。录音完毕呢，松开，在按钮周围呢就可以选择我们要变的声音类型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。 像是变女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。 变男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。 非常的简单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介绍的三种变声办法。第一种呢，适合偶尔需要变声的朋友啊，省去了下载软体的麻烦。HitPod 变声软体呢，非常适合有这种长期需求的朋友呢，比如直播的变声、做视频变声等等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手机端玩乐的 APP 啦。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询问我哦。另外，觉得有帮助的朋友，也要记得给我们点赞、订阅支持我们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